的塔布拉鼓，然后我们这次呢请来了那个印度的大师，就是 Akash， 他其实在这边台湾已经好多年了，那他也是主办协助主办印度文化节的策划人，对。所以呢，他也有在教塔布拉鼓，他现在在台湾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跟他学塔布拉鼓的话，也可以就是跟他联络这样子。对，那他们现在接下来呢，他们是要台印合奏一首即兴的 ，OK？ Do you need to introduce yourself or in the middle? In the middle, OK. Or do you need to like introduce the tabla or do it in a second? OK， 好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让那个 Akash 老师准备一下。你要挑风景，挑那个风景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Ready? Ready!这个舞台就交给这些很有魅力的、很专业的音乐家了哈。